我终于悟透了这个勋章的意义了，兄弟们，你们悟透了吗？首先，我们先来找一辆车，不要忘记击碎车的玻璃。然后之后把车开到一个合适的位置。来个好玩的，兄弟们。然后我们再开车把这个勋章覆盖住，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守株待兔。一定要记得把它的玻璃击碎啊，这样看才更清楚。其实拿一个四倍镜是最好的，四倍镜基本上指哪就打哪了。它这个可能会有一点下坠，但其实不重要，好吧。然后最好也是把自己的枪皮肤收了，好吧。说实话，枪皮肤有时候还是容易被发现的，而且也不要用我这种还带特效的皮肤，兄弟，最好就用那种朴实无华的皮肤。这儿有一个有勋章的过来了，他应该是想要这个勋章吧，兄弟。他不香吗？这个勋章，他不香吗，兄弟？这个勋章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都能杀他，说实话，我不想杀他。他是活人吗，兄弟？Oh my god, bro！ 啊，还有高手？不是吧？